放这儿的一个日历的一个笔记本硬盘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把它拆开了。它现在这个应该是，我看这是多大了呀？这是，哦，500G 的，5400转，是一个机械硬盘。它硬盘现在已经有坏道了，所以说已经也过保质保期了。拆开以后是这样，这是它的小光盘。看着跟镜子似的，这是磁头。以前没有拆过这种小硬盘，还是大硬盘拆过。这是它 SATA 接口。嘿嘿，看着跟挺好玩，挺迷你。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看着跟镜子一样，这镜片简直就是镜子。通上电以后，它这里边的电机转起来，就是这么回事儿，转速还挺快。这就是它的整体，拆开以后的样儿吧。好了，关机。关不了啊！地这个硬盘啊，它拆完，它这个地方是贴着标签的，看不着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的螺丝，大家拆的时候注意一下。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的螺丝，它在这个。上面有一个圆圈盖着嘞，当然这个拆了以后就没有质保了。当然这个是一个老硬盘，已经没有质保了，所以说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它一共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一共是7个螺丝。然后这个螺丝也得拆，然后这个盖儿一掀就下来了。